大型甘玉堂连续剧第二集啊，这个水放了一天一夜，一天两夜了吧？嗯，对，已经退了不少了哈，将近退了2米，再退一点点，估计就可以下去拉鱼了哈。这个水一退，啊，这个厕所一排下去，实属不雅，全在岸上。确实啊，不过这两天我们没有上厕所哈，不会上厕所啊，我们到时候刚好鱼塘退水了。我们在这后面哪里哈装一个化粪池，当初为什么不装呢？啊，感觉没必要，后面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反对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装一个化粪池，啊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美观一点，不然的话，那咚咚咚的声音真的是不雅观哈。去看一下水位还多深，顺便把眼啊，肯定还要拔一个眼。今天老表养鱼啊，是属实有点亏啊，4.5元一斤，亏2万吧，亏2万，嗯。这个鱼塘很多蚌壳哈，这附近有死蚌壳。不知道现在今年怎么岸上没有啊？按道理以前一干塘这边总还是蚌壳，是不是被大青吃了？大青，嗯，哎呀，我期待那个大青。你看这挂在上面的这个，擦鼻涕的纸啊，这个乱扔。你来，不要怕皮皮，来，跟着我走。再给它放一个眼哈，水还要放掉一点。以后这个柴啊，只要拿拖上去烧，放在鱼塘里面不行啊。以后老表，我跟你说，以后要砍柴，这边的柴都要砍掉。我觉得拉网都不好拉。嗯。虾虾啊！这鱼塘虾多哎。今年一定要。多少要养个100到200条桂鱼或者鲈鱼哈，嗯，这鱼塘小鱼太多了。下一个眼应该在用脚踩，在这个位置，这里估计白天放一白天，晚上不用放了。对，如果放太多了，鱼太多了容易死，真的容易死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哎，要是死了我那边会哭哎。不至于哈、啊，不至于啊。嗯，弄干的，你会补贴我？手抓，老表会补贴我。老表没拿实际，摸到了没？没摸到，摸不到。嗯，找到了。好，通了，通了。把这个啊放下去，让鱼跑路，跑了就下面抓。本来就没几条鱼，再跑一遍我老表哭。开玩笑，按条，我这边真的这个鱼塘，我跟你说上万条，几万条都有，我相信。啊，毛毛鱼，光毛毛鱼都不得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去边上转一圈哈，走，看看有没有蚌壳。走，奇怪，没蚌壳啊。往年好多蚌壳的，不是都被鲫鱼吃掉了？有可能。这个鱼嗯，终于看到了。以后这个也清掉，当柴火。嗯，这个可以。都有这么大就好。这么大，可以。这也不算大，说实话，有这么大可以啦。这个鱼塘蚌壳多，但是比较小。啊。不知道现在大不大哈，先给我妈妈吃，我妈妈特别爱吃。再找找，黑妹，皮皮，嗯，第二个，前面还有一个，哪里啊？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比这个最大了，这个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撒尿，你看，巨，藏这么好，大哥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大，哦吼，这个亮货啊，这真的是亮货啊，你看，可以，咬心不能喝，鸭蛋，我说这两天怎么没讲鸭蛋了，都摔到水里来了啊。要是不干塘，这个鸭蛋都捡不到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可以啊。
这个大啊，你看，这个水还要退一点，可能还有半格。我发现今年的半格比以前要大一点，有这么大，以前都很小，是不是？有两年没清塘了。以前我捡半格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喂鸭子的，人不能吃。有的地方的人可能不吃哈，在我们这边，这个东西真是美味啊，相当于海鲜。鱼装脚了，我感觉这个鱼塘里面全是鱼。你要抓到哈，直接造。最少三四条，我怎么抓出来嘞？把上面捅破。我来抓一下哈，别跑了哈，跑就跑。我非常期待有大头。好像没有大头，草鱼。我都不知道我这个鱼塘里面大头现在有多大了，你别跑了，最起码要看一下吧。你瞧，真的好几条，最少三四条啊。又打湿了，你不叫一下？湿了就湿了，反正今天天热。不冷啊，大哥。等我脱了。有鱼抓哎。对啊，有鱼抓。多好的乐趣啊。怕冷。带你回家。别跑了。哎呀。跑了几条。还几条啊？跑了吧。就两条草鱼好像。三条，我跑了，管拉呀，管拉呀！四条跑了一条，看多大？有两斤吧？有吧？有。有吗？这草鱼有，还可以哈。哎，最多是两斤，两斤一两到二两之间。条形还可以吧？可以，但是没有两斤半。瘦了。两斤，啊，最多两斤，要么就一斤八斤九的样子。我去年称的时候，好多都在两斤半左右。几个月没吃这样，不瘦才怪。一条鱼瘦三四粒啊！我来了。好了，不玩了，明天估计可以拉一网哈。现在去地铺里面继续打我们的架子哈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